大家好，我叫托尼沙哈阿贝，我们家里有四口人，爸妈在教务农，弟弟在上大学。三年前我得了活基金淋巴瘤，原本我治病要花10多万元，经过报销后我们家只花费了2万多，我现在已经康复了。为了掌握我的恢复情况，乡里的医生还会不定期到这里回访，给我检查复诊。哦，现在还可以啊，那里以后就注意身体，现在天气冷了。现在我们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好，每个人都有医保，每年还可以享受一次全民免费健康体检，很多疾病都可以早发现早治疗，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在乡里的卫生院就能得到治疗，日常的感冒咳嗽在孙女巫师就治好了，重疾病家庭还有专门的家庭签约医生，解决了我们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。前一段时间我生病住院了，住院过程中我应该承担的总费用是10000多块钱，其中我只花了1000多，其他的全部被报销了，幸亏有医保惠民政策，减轻了我家的经济负担。现在我的身体已经痊愈了，家里的生活也慢慢变好了，平时空闲的时候我会带着爸妈一起去城里逛街购物，享受美好的假日时光。多亏了现在的好政策，不仅给我治好了病，还帮我家省去了好多钱，我感到特别开心，对未来生活也充满了期待。